妈妈不是一直脚痛嘛，然后我就带她去检查了，那个医生说建议她穿那个软底的鞋子，她之前的那鞋子都太硬了，然后胖哥给她买了一双，但是我觉得不够软，刚好今天在县城，我就去给她挑一双软一点的啊，那种运动鞋，她因为经常走路嘛，这两天她痛的那个脚啊就是一瘸一瘸的了，然后检查医生说要穿软底鞋子，我现在去给他看一双啊。好了，接下来就到这里了，拜拜，朋友们。